谢谢你为我买手机，那你以后也不要嫌我烦，我会每天给你打八个电话，发100条信息，好不好？谁啊？米多，是我。爸。你睡了吗？我睡了呀。爸爸能进来吗？你进来干嘛呀？我去阳台拿盆花。行，那我先换个衣服啊，你等我一下。别紧张，晚安。行了，不行了。我都睡了，大晚上你拿什么花啊？花呢？谈恋爱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能过界啊。越什么界啊？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哎，米多，你妈是不是有一套睡衣放在你这儿了啊？啊，什么睡衣？那我记得上回放在这里的吗？没有啊，我记错了。哎，没有啊，我记错了。行了，我再下去找找吧。行，爸晚安。哎，好嘞。对了，米多。哎，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打算睡觉呢。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那算了算了算了，等我明天想起来再说吧啊。行，早点睡啊。行，别老熬夜。好。哎呀，好安静啊，漫漫长夜，做点什么好呢？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不行，最近我爸跟我妈吵架了，我爸正睡在客厅沙发上呢。那他什么时候能睡着？不知道，他喜欢熬夜。要不你睡我这儿吧。在这我没法睡。这儿怎么了？我家床是没你家的大，但你不至于睡不着吧？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矫情？要不你睡地上也行。宋明东，你给我安静点啊，别出声，别上床。不许对我笑，把头低下去。你给我老实点啊，要不然我现在就下楼。那我再待一会儿吧，等到4点我再走。可是现在才11:30呢，到4点还有4个多小时。正好，叫我怎么拉黑？干嘛呢？喂，嗨，小
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看，再也不用当头回狂了。可可，喜颂，你放心，既然你敢和我在一起，我就敢和你走到底。